周深化成宇宙鼎鼎的高音有多绝？来，从深深开始。好，一二走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好，升调，升调。升多少啊？升八，八个度，八个度。八度，直接高一个八度吧，直接八度吧。直接升八度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再升半个位。哇！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再来半个，再来半个。好，应该还可以再补半个。再来，贾玲有点没吃饱的要馒头的意思。再来半个，再来半个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还可以再办吗？我帮一下你。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哎，妥妥妥，妥了妥了妥了。OK OK， 还可以再办吗？还可以再办个。哇哦，感觉不太想见到他。来，对，你就是不想见到贾玲。来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。还可以，好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妥了。赵小肚子光一拳还能上去？不行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瞅这眼圈，我还可以。来，下一个贾玲啊，贾玲是礼物啊。再高再高，我没唱那个，先上去，先上去啊。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厉害，我往上走了啊，哥。那咱这不是最高吗？这没到呢。我以为我会报复。有没有比周深高啊？有。嘿嘿。但是说实话啊，这咱帮理不帮亲，咱得出点人动静。萨老师啊，左手指月。左手指着月，右手取红线。对你来说有点太低了吧？对，因为我刚才我感觉我好像都能跟唱。左手指着月。贾玲跟上了，我的天哪！左手指着月，右手指着天，又跟上了，跟上了，再上一个。你别比了半天，我跟你说，这轮贾玲胜了啊！好来，左手。你想逼死哥上家呀？你这是再来一个耳朵。好来，左手指着月，还可以上，还可以啊，可以了，我输了。我的乐理范畴，那很厉害。我刚才唱了一下，嗓子现在有点哑了。那都小结了，你看，请把镜头推上来。贾玲嗓子已经小结了。来，接下来该沈腾的了，来。来我，来再给我降两个调，再降。爱我还是他，我还能上不？能。
谁还能唱吗？你指他干啥？你指他干嘛？他能八度？来来，再高点啊，老师。爱我还是他？哎呀，哎，这种音啊，我知道哥这种音，这种音是人的赫兹已经听不到了，海豚的那种。海豚不知道，反正河蟹肯定跟我一会儿有点呼应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下来的好突然的。好，接下来花花也是这首《爱我还是他》是吧？啊、好，来来来。爱我还是他，爱我还是他，爱我还是他，你爱我还是他。我明白了，想再往高唱，前面得加个你。你爱我还是他？还能高？你爱我还是他？他？我的妈呀！啊，我说还能高？前面别光加。上不去了，再高，这还能高，还能高，你前面再加，请问你试试，请问你，请问你，我还是啊，我说，多高？我数学这么好，我都算不过来。30楼以上了，这都是。不是哥，花花离开了王牌，人家还要去参加那个唱歌的节目的。我目的是啥？我就给他废这儿。下一期我俩名字不好，都怪你。很多人就黑说唱的又尬，然后跳的又不好啊，太可怕了，对我心里产生一个特别大的阴影。那3个月对我们三个人的伤害深深的留在我们心里。这首歌对我意义非常重大，就是他帮我熬过了我不知道怎么去熬的那段时期。上微博参与王牌2005年的时候那个比赛。